好，我们现在来看一下怎么把这个布景主题上面的这个文字把它换成图片。那你到后台去的时候，到这个外观，然后这个布景选项 Theme Options 点一下，然后在这个 General Settings 就一般设定这边点一下，这边有个 Local Image。那它建议是152×60，哦，152×60，那其实比较宽也没关系啦。哦，我先示范一下，我先浏览一下我做好的图片给你们看。我做好的图片在这里。这个 Photoshop 里面这个图啊，我看一下。目前的尺寸是300×60，哦，宽300，高60，哦，这边 pixel 哦，像素。那好，我把它存档一下，然后我用 PNG 就是会储存这个透明度，哦，贝壳状的都是透明的哦。好，然后储存，把它放到我的。logo 存档，好，然后我去更换一下，对，刚刚这边，哦，去找到刚刚那张图片 logo，好，上传，上传了，然后这边。我这样插入到文章，插入到文章，这样就好了。好，它上传到这边了嘛？好，这时候呢，最底下这边有个 save changes，储存一下。好，然后到我的首页去重新整理一下。好，就跑过来了。好，所以你点一下，它就会回到首页。好，这个就是更改这个 logo 的方法。那刚刚因为我是储存的有透明度嘛，对不对？所以你看它的背景是灰色的，它背景就会是灰色的，有没有？连底色也是灰色的。好，如果你是储存背景是白色的话，那它这一整块都会变白的，会感觉有点奇怪。好，所以存成 PNG 让它有透明度，好，就是我的目的嘛，让它有背景是什么颜色就呈现什么颜色。欸，可是我觉得颜色不是很搭啦，虽然这个彩色的很好看，可是背后的灰色跟整个版面配起来有点奇怪，所以我决定换一个颜色，就是单纯一点。像它这边是蓝色的底，然后白色的字，那我为了要有整体感啦，就是欸，我觉得把它换的跟它一样是不错的。那我希望它变成一个蓝色的底嘛，好，所以先把它移开一下，那。我先做一个底色，我到这个画图的这个工具，然后呢，我选这个，好，按住1秒钟会跑出来，我选这个椭圆角矩形工具好了，好，这个圆角矩形工具，然后我在这边画一个图，好，放开，好，它会把它盖住，因为它图层是在它上面嘛，没关系，图层在这边，我把它拉下来，放下面，OK。然后呢，我希望颜色呢，这个颜色我把它换一下，颜色好，我想要刚刚的这个浅蓝色，这边有个滴管工具，滴管工具可以去取它的颜色，可是因为我要取颜色已经脱离了这个 Photoshop 之外了，所以怎么办呢？好，我先把这浏览器打开，然后我用截取荧幕的画面，按 Print Screen 键盘上 Print Screen 截取荧幕，然后我在 Photoshop 这边开个新档案，然后再按右，再把按 Ctrl V 贴上去。好，这是刚我截取的荧幕画面，然后呢，把它放大一点。好，我要取的是这个蓝色的部分，所以我就点这个滴管工具，然后去取这个蓝色的部分。好了，它蓝色的部分色调跑出来，在这边点一下，它
点一下之后，它跳出这个框框，它这个38B711这个色这个像素哦，这个颜色的票号，我将右键复制起来。好，这个颜色蓝色是我要的。OK， 那这时候呢，我回到刚刚的那一张图片去，刚刚的对这张图片，然后呢，我这时候再按刚刚的画图是这个工具嘛？好，我选到这个图层，就刚刚那个图层，然后填满的部分按一下，然后我要填的颜色，我按这个颜色打开，然后呢就在这边，哦，把它贴上去，刚刚那个票号颜色的，每个颜色都有个号码，好，然后按确定 ，OK， 这时候它填入那个我要的蓝色了，很好，好，这时候呢。这个字我觉得太花了齁，所以我在选字的部分齁，这个字的部分，好，这个字的部分，这个图层，按这个特效，我把它拉出来好了，好，就这边，我选这个文字的图层，然后按这个特效，然后按好覆盖。覆盖这个部分呢，我就不要用彩色的方式去覆盖它了，我就把勾勾拿掉。好，它原本是黑底色，然后白框的字，哦，这个笔画就是框嘛，哦，这个你看这个变化有没有？框，啊，框我用3就好了。那可是我希望的是白底字啦，所以我框应该等好，等一下再用框，先把勾勾拿掉。我先把这个文字选取起来，然后我选择这个颜色改成白色字。好，白色字。好，那我先按存档。啊，这时候不能存的原因是因为你还没有按，你要按一下 Enter， 好，按一下 Enter。好。哇，按 Ctrl-Z 回去，你按其他地方好了，按这个十字钮按一下，啊，这时候呢，你再按档案储存网页用，然后一样 PNG 储存，啊 ，logo 点 PNG 把它盖掉好了，好，这时候呢，我再回到网页去，好，注意哦，本来是这样子嘛，我到后台去。移除，好，重新去上传一次这个档案，好，插入至文章 ，OK， 就变这样子了。那记得拉下来 ，save change， 哦，储存你的变更，然后我们再回到前台去重新整理一下 ，OK， 好，这样就变成我要的效果了。哦，底下是蓝色，然后字是白色的，这样感觉比较不会那么花俏啦，哦，那跟底下这个也有点搭嘛，哦，蓝底白字，好，这个就是制作这个 logo 的方法。